昨天您排了一例精神不正常，有幻听的，然后24小时过去了，得到他妈妈的反馈，因为他是手机上留言，我想来想去怎么把他取下来，我后来想到用这个方法。重症老师，那个你们那边应该是傍晚的哈，那个我们这边是上午，问候您一声，上午好。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，首先是我想问一下款有没有收到啊？收到了，麻烦您告诉我一声，等孩子好一点，我这边还有好几个人要继续临牌。那个，我再跟你讲一下那个我女儿的情况哈。昨天排完了，她小睡了一会儿，然后呢就挺开心的出去。昨天有个最大的改变，就是我打电话她接了，原来这个幻听支配她的，就出去不接电话。或者这点让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挺焦心的。然后她昨天都接电话，傍晚回来学习了一会儿，就8点半就开始睡觉了，9点左右睡着了，然后她这一觉睡到了早晨的接近7点。睡得很好，今天的状态就非常非常好。然后早上我就拉他散了散步，把他送到艾灸诊所去进行艾灸。艾灸完了，刚刚回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你同学的声音有没有在脑海中骚扰你？他早晨的时候说没有，等艾灸完了回来，我问他的时候，他说还行，没什么事儿，那个感觉好像还不是完全没有声音，但是我又不敢细问。但是回来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跟他原来的一些同学进行联系，中午要去见他原来高中的一个男同学。我能够感受到一个他身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，那个他所有的症状要消失，老师是不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的消失啊？我呢，从昨天发完愿之后就吃素了。昨天中午就开始吃素，之前要吃素呢就很难下定决心，这一次亲自感受到了这个过程，我想这个愿呢，我发得很坚定，我一定会坚定的吃素。啊，这个是24小时刚过去以后得到的反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